有序，挺有序，挺有序。你们小心啊，电梯上。啊，电梯上小心。我去啊！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听懂了？不要急啊，出事的。后面挤我的，你这么拦着我，你让我悬空了，怎么弄啊？要去把太阳拿好。看路啊！你们小心，不要踩石啊！我知道你说过了。来，看来，拜拜！你们让开！干嘛？不要那么管着，就上微博。对啊，每天早点睡啊，我要看看你们的呼声了。啊，呼声不够高吗？